大家早，欢迎来到追哥不错。我们今天来到 Costco 呢，是因为我前两天来有看到一个我很想要的东西，就是电动滑板车。我看到有一台 Nibo， 但是我当时没有马上下手，因为它的颜色是黑色红色，有点特别。然后所以我回去科普了 ，Google 了一下，这台型号是 D38U， 我发现它是蛮不错的，所以我今天又想要来看。可是因为这几天是 Costco 的这种黑色购物节，所以呢，我怕已经没货，心中其实有一点担心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再来看看还有没有货。如果有货呢，我们就要来完成我们第一集的 Costco 的开箱，就因为这一台 D38U 电动滑板车，我们要把它搬回去。那我想要买电动滑板车的原因，是因为前一阵子去欧洲，去巴黎，然后就发现欧洲现在很多地方都有滑板车，真的很方便，就是你到处你都可以手机租，然后就可以直接骑着滑板车到很多地方去探索去旅游。那我就想说，如果在台湾这个城市可以从我的家里然后到我们的店，或者是我就把它丢车上需要的地方，我就把电动滑板车拿出来，我就可以完成我的移动，所以我就一直很想要，可是我一直不知道应该买哪一台好。因为台湾好像就是小米嘛，然后 Nibo 是最大牌，然后 Nibo 又是小米的代工厂，所以几经询问跟探索之后，我决定好像可以入手 Nibo 这一台。你看因为我们开 电车嘛，特斯拉都会有特斯拉的专用停车场，所以就可以比较不用跟人家挤。然后呢，停在这边呢，当然车位只有四个，是否特斯拉充电的？但是有个好处是，你在购物的过程当中，这可能半个小时、一个小时呢，你还可以顺便充个电。好 ，OK。好 ，Anyway， 反正呢这边有三台是 TVC 的车子可以充的 ，TVC Only。然后另外这一台是新的，那还好呢，我之前在九瓦买的充电转接头，现在就要派上用场。我那时候呢买了两个，转接器的地方是不一样的，这个是 TPC。这个是我们很常在公有停车场，就是今年会有的。如果你是装它之前的这个充电桩的话，都会是 TVC， 那就要接这个 TVC 的接头 ，TVC 接头接进去。好，就这么简单，开始充电了。本来以为我们一大早来可以人少少的轻松的逛，但没想到没有这回事，人还是很多。我们今天就是要来买这一台，就这一台，感觉很不错。我从网络上看过，就是它的价格算是最便宜的。你从网络买呢，比你来这边买还要贵，所以自己来现场买是比网络更便宜。好，搬一台走。第一次开箱 Costco 就开这么大一台的东西，哇！第一次开箱这一台，你看它可以续航可以达38公里，算以同业来讲算蛮高的了。然后价格只要16,995。然后16.3公斤，然后还有来就是它的那个灯光特别的亮，就这样，这可以好。还有一个它是联强的货，所以它全省的联强都可以保固，这一点是我看上它的一个蛮重要的一个重点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看有什么其他的东西。哦，这个是我平常一定保证一定会买的，这个，然后还有。那还有这个是我们家很常用的柔软巾，它也蛮香的，然后它就是会让衣服柔软，推荐给大家这个。对，日本家庭，日本妈妈会用。那还有我们家的洗衣巾是用这个，我们家洗衣巾是用，因为我前两天才刚来买而已，所以我刚刚出来他已经交代我不可以再买了，因为家里放不下，所以不能再买。很常买的，很常用的，以前用这个，现在就用这个，因为这个呢一罐嘛，然后你就直接这样按压，压一次一口的分量。灭蟑利器，哦，这看起来很想买，但现在不能乱买。然后这个也是我们家很常用的，这个棉毛的，粘那个衣服啊，还有沙发啊，有时候你洗完的时候会有那个脏脏的，你就想要把它弄干净的。好，来再来，这个一个可以用很久，那这个很好用，洗脸盆啊，或者是一些脏物卡很久的水，跟这个就好，也不用再清洁剂。万用擦。很像橡皮擦一样的万用擦，这个超好用，这个推荐起来。就是它，
这个也很好用，就是其实刚刚介绍那个跟这个，你两个只要买一个就好了，它面积更大，所以你拖地板啊、沙发啊就不会那么小。那刚刚那个是用衣服在专用的，那这个买一个 ，OK。这个三层的也是我们家最常用的，苏姐三层，100抽24包，399块。这个，然后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用的一个东西，在这里，这个卷筒卫生纸，425张30卷，这个直接丢马桶，所以这一个我很推荐，529，425张30卷才529。这个还有一个，这个我觉得超推荐的是这个厨房的这个厚的纸巾。这厚的纸巾就不一样，所以我每次还会买苏洁啊，买这个克拉克啊的卫生纸啊，那还买这个厨房的，它更厚，然后它不易撕破，它可以吸油，可以吸水，所以它不会那么容易破掉。这三个东西是家里必备的，一定要买这三个，好不好？这个，那这个要1059块，这贵一点，啊，但这个也可以用很久，因为它这个一卷，你抽个2张3张，你就可以插很多东西。好，最近呢，这个就是年菜的季节要到了。那所以很多都有推出年菜，那一天买的这个已经买了，等一下回去开箱，买了这个啊，大先生狮子头。我其实还蛮想要开鼎泰丰的蹄膀，笋香蹄膀575块，鼎泰丰笋香蹄膀看一下，这个感觉蛮厉害。然后还有一个我还再开一个，1949。好，这样子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因为现在在做年菜啊，大家都在做年菜，我们要试试大家年菜有什么不一样这样子。好 ，OK， 先这样。我们这样前后不到30分钟，速战速决。我们刚刚呢去 Costco 买了这个 138U 的 Nightball 电动滑板车，那我们现在来开箱它，这是我期待已久的。哦，不错。好，先这样。充电器，它附了一个是国外用的，一个是台湾用的。好，我觉得它其实也是非常的直觉型的啦，就是它就是把这几个螺丝锁上去，然后待会这个扣环扣上，它就不会乱跑了。它就在上面直接告诉你要怎么锁它了。总共4颗螺丝。它感觉像是，然后这边是充电的，用充电的。那这里直接把它打开了，所以，哦，可以，就是你在启动它的时候，你必须要先让它往前有一个滑动的感觉，你要先稍微滑动一下，然后就按一下。它为了防止不要让你这样一按它就冲出去，所以你人站上去，你一定要先让它有一个滑动的感觉，有个速度感。然后它才会往前进，它后面灯超亮的，这个很难得。而且看它前面灯其实也蛮亮的，你看，操作很简单嘞，很简便。来，我们出去玩一下。主人今天买的年菜，我们再来试一下 Costco 的年菜。OK， 好，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耶，54，刚是49嘛。